好，我是小静，欢迎收看麦克松每日大设计。戴上面具感觉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，在大家都认不出来的情况下，反而更容易去释放自我，做一些搞怪的动作去逗朋友开心，或者是秀一段新学的舞蹈。国外的一个创意团队 Outline Material 就设计出由声控的 LED 智能面具，在覆盖脸部的同时还能展示一场特别的灯光秀。该团队对艺术和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，经过几年的时间做出这个轻薄且柔软的 LED 面具。它是通过声波反应技术做到能跟随音乐变化颜色和图案，无论是什么类型的音乐和节奏，它都能随之变化出各种颜色和图案，像是豹子、猩猩、狐狸等等。而能做出这么酷炫的效果，还是因为它使用了磷墨和锂调节器相互搭配作用发光。磷墨主要是用来点亮屏幕的，而锂调节器可以将声波转化为编程模式，最终使得面具可以变化不同的光线。为了让面具更好地捕捉到音乐的节奏，研究人员还提高了调节器的灵敏度，以更好地解读节奏。这个由锂电池供电的面具非常轻薄，重量只有80克，另外可塑性也极强，折叠几下就能放进你的口袋里。即使不想把它戴在脸上，也能把它放着做一个很酷炫的装饰灯。不论是私人派对还是聚会，要是戴上它秀上一段舞技，绝对可以引燃全场。视频元素经 Outline Material 授权使用，由 Maxoni 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。感受最美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 Maxoni 创意公园。